们要开始按第一个生日，一号、二号、三号，或是你是几月几号，都有可能中奖。好，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31颗球在律师的称重之后放进去了。那么这是一个随机抽样的抽签，抽出来之后呢，请部长不要再放回去，好，它不重复的。所以呢，它会每颗球的中奖几率呢都是一样的。现在请部长按下按钮，开始纸本一方券的贴心好体验，第一位幸运生日。到底是几号？那么这组会有多少人？稍后也会由电脑的统计来显示在荧幕上。好的，我们现在数字已经出来了。第一个生日的日期是18号。十八号，无论你是几月的，只要你是18日生日的，都恭喜你们中奖啦！好，恭喜恭喜！总共有82710位18号生日的。好， okay. 请部长帮我们把第一个号码贴在后方。好，谢谢，恭喜。好，那这个球呢？我就交给工作人员先收起来了。好，恭喜第一组，现在只有5万人，我们要抽60万份哦，现在只有5万多哈。第一组5万人吗？对，刚刚是58000，对，58000不是8万5。你不要紧张哈， okay, 你不要害怕哈，好，还是文化部网站也关几天好了。好，18号哦，8万是8万，哎，我刚刚是看错了吗？哦，我刚啊，我看对，就这边82710人哈，对，还好你有告诉我，奇怪，我刚眼花哎，谢谢部长，您是对的，刚刚明明。看的是80000多，哎，怎么会？你视力比我好啊？不是，因为我很担心哦。这个你看是80000多哈，是平均数的上面一点点。哦，真的啊？你们都有先推算过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哦，好了，没事了，没事， okay, 你不要压力这么大了。好， okay, 好，放轻松一点啊，放轻松，放轻松。Okay. 好的，目前的人数是82710位朋友。继续，我们抽第二颗生日球。好，没想到部长年纪比我大，视力还比我好，真是。因为我有。原是啊，哦，了解。好，来第二颗球出来的，恭喜，哎，这是我的生日，哇，也是萧敬腾的生日，30号也是田馥甄的生日，啊，恭喜恭喜，我们都不符合资格啦，我们年纪在中间呐，啊，恭喜30号生日的朋友，所以现在累计已经到了154740位，好，对吧，部长验算一下，好，律师确认哈，好，请没有错吧，哎，部长帮我们贴第二个生日的日期是每月30号生日的朋友，恭喜你们也得到纸本易放券了。好，这是第二批的，好，哎，很好玩的，好像在做威力彩开奖了。好，第三个生日的数字，请部长启动。我们在里面还有29颗球哈，中奖几率是一样的，包括它的重量都是律师亲自在现场用电子磅秤确认过的。第三个生日的日期是每月20号的朋友，恭喜中奖，明天中午12点就可以用啦。好，累计的已经到了269955人，还不到一半哈，怎么样？这个数字，哎，很好。在你们预估范围内吗？好，因为我们在今天直播前各个工作人员都做了很多测试了啊，但是因为毕竟是 live， 它是没有办法经过彩排的，所以就是目前这个数字，请部长贴上第三个生日的日期，每月20号的朋友，恭喜。好，好，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是一个好玩的抽奖哦，大家也彼此都不要太大压力哦。啊，中奖的恭喜你，没中奖，哎，还有别的嘛，可以中统一发票哈，下一个。下一个来，就像发票也不一定中啊，对不对？第四个将要出来的生日日期是，好，这里有一个斜杠，应该是在下方，对不对？好，正确的摆法是这样子，所以恭喜9号每个月的9日生日的朋友，恭喜恭喜恭喜！好，现在的人数呢，已经到343455人。好，请部长麻烦。那么这是根据各位的健保卡在登录的时候上面的生日来做抽奖的基准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5个了，转眼已经到第5个了哈。部长，被又捆起来吧。没啊，没，直接来哈。好，继续，我们抽出第5个生日的，好，下一个号码，请按钮。现在是中午12:16，现场直播，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此刻有很多媒体都在监督着我们文化部的抽奖直播哈。下一个中奖的日期是11号，每月11日生日的朋友，恭喜你们也得到纸本易放券啦，恭喜恭喜，恭喜哦，好。恭喜！
好，我们继续把这个牌子贴上去。好的，这次有这么多人，250多万人报名，也是超乎预期，但也代表大家对于易放券是很有信心跟兴趣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抽出第六个生日的号码喽，来，麻烦部长请。好，请启动。距离60万还有一些机会跟距离，祝福大家。哎，这两个都出来了，绝对不会错了。好，六，一个九，一个六都出来了。六号，好，正反都出来了，恭喜六号生日的朋友得奖了，恭喜恭喜恭喜。那现在呢，累积的人数呢？好，我们来看一下，50万了。快结束了，50万1294人哦，哇，不可思议的哈、哦！现在才六个号码哈、哦，因为这个确实是要推算一下状态是什么。是的，您觉得我们会不会下一个出来就结束了？还是你希望？应该不会，至少还有两次。至少还有两个，是以数学来讲，哇，人人都是唐凤啊，很会算哦，可见他们沙盘推演很多次了。好，麻烦部长，请启动第七个幸运的生日日期是每月的几号？加油加油！如果你是没有被抽到的，祝福你们18岁以下、65岁以上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没有人是16号生日的呀，恭喜你得奖了！恭喜恭喜！好，各位，我们人数已经快要超过60万人了。18岁以下、65岁以上，上次没有拿到数位券的，那么加上身心障碍的朋友，现在目前呢已经有583804人已经得到。纸本易放券了，哇，差几百贵，差一万多，一万多了啊！60万减583804是116196人，对吧？16000，对不对？我是故意想多100000，你又这样。好了，剩16000多人了哈。好，感觉要结束了。反正不管多少，超过60万要买单。是的，这个买单就要买很多。这就要看是哪一个日期了。Okay. 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哈，这太难推论了。请部长抽出下一个幸运生日的日期，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个数字哈？搞不好这个日期特别少人登记嘛，对不对？很难讲。恭喜4号每月4号生日的朋友，有登录的，符合资格的。哇，超过这么多啊！65万9000，超报告部长，超过59068人，这个超过快60000了。对呀、啊，然后再乘以600，等于要补3600万左右，对不对？好，好，怎么每个人脸色都这么沉重？你们开心加码，恭喜恭喜！对对对，开心，恭喜恭喜恭喜！好，来最后一个数字，请部长。好 ，OK， 依照我们刚刚的承诺给大家，超过多少人就加码多少人，所以今天表定是600块，60万份啊、哦。那么，但是因为超过了，所以3.6亿还要再加，所以最后发出的将会是65万9068份的纸本易放券，确认吗？确认，你说了算。好，首先呢，再次提醒大家，使用期限是到明年的2月28号，明天中午12点开始使用。还有一个很棒的福利哦，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一家哦，四大超商哪一家你是登记，你都可以到其他的任何一家来领取，而且每一家超商都各自有推一些优惠，对不对？你去领券，搞不好可以中什么什么大奖哈、哦。所以每一家超商立刻参详起来，看多几间卡细哈哈，啊，或离你家比较近，4家都可以随便去领哈、哦。然后呢，在使用的时候扫描上面的 QR code 或是条码，或者是你在数位平台买票，一样选择使用易放券，都可以来使用纸本易放券。所以虽然它是纸本的，但也可以在数位平台使用。希望你们清楚我的刚刚的解释。若不成，65万9000，超报告部长超过5万。